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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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酒啊！来来来，喝！老爷，老爷，你看那书楼里好像有人啊！书什么书啊？这又没耍钱，谁输啊？阿杜，去，哎，拉回去！我先送太太回房间。哎、老爷，走吧，太太。来，咱们接着喝。走吧，太太。来来来，喝。我去帮万先生。你不能走，你得在这拖住西村。现在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您的性命，你给我记好。一会儿西村在会志阁上找不到藏书，你就把他引到咱们宣家的茶行仓库里面去。到了仓库，你会看到一个木箱，箱子上有咱们宣家的藏书，你就利用这些书把他们困在里面。到时候万先生就会趁机引爆炸弹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引爆炸弹之前，你必须要逃出来，听清楚了吗？茶行仓库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你拿好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用了。千万要小心。下面的兄弟，书运到后院旧房的时候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明白，去吧。喝喝，使劲的喝啊！还有呢，别抢，别抢啊，太君！哎呀，有的是好酒。阿东，来来来来来，姐，把宣家的酒都拿出来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。哎，慢点，喝。巡司少爷，沈碧云小姐，我敬二位一杯。来，西村先生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可是我受伤了，不能喝酒，不然的话，一定会与沈碧云小姐多喝几杯。巡司少爷，你不喝敬酒，可是要喝罚酒的，你喝吧。喝个痛快，死的时候才不会难看的。先死还不一定。来，我先记你。小记，那就看谁先记谁了。小记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大不了老子跟他们拼了。现在是你冲动的时候，你忘了刚才我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不死不活的，我憋屈，那也得忍着。料理はお口に合いますか？沈碧雲さん、こっち来て。ここに座れ。ここだ。これは良く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？そこに座ったら将軍。目に恥がかかせる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。こうしましょう。ゲームしましょう。もし勝負勝ったら、私はそこに座ります。お、どんなゲームだ。私は徹底的に相手にします。女ですけど、男のゲームが好きです。
买枪啊！老子要是眨一下眼睛，就不姓炫。柳川将軍、先に行きます。将軍、将軍。撃ちますよ。将軍、将軍様、代わりに私にやらせてください。バカ野郎。この女は自分が容易に他人の言うなりにならない女だ。彼女は勝手に従う人じゃない。男として勝ちたいなら新しいルールは作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。彼女に勝つのだ。僕はそんなゲームをしたくありません。欲しいのはあの本とあの男の命だ。西村先生、他是我的丈夫。你告诉我，做什么你可以放过他？你做什？私は裁判する。お前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在救宣家的藏书。救宣家的藏书？对。二嫂，你待会儿趁他们不备赶紧逃走吧，我怕再不走待会儿就来不及了。可是这……听我的。别。好好好好。阿东怎么样？都办妥了。好，那赶紧让老爷离开吧，越快越好。我劝过老爷，可他不走啊！什么？老爷他不走？好！那万先生呢？他有没有带走一部分藏书？也没有。好吧，你看看，能带走谁，就带走谁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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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克萨玛，我来挑战你。嗯，小克萨玛，飲みましょうか。乾杯。乾杯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挑战你。来呀、啊！二少奶奶，二爷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就不能来吗？不欢迎二叔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重回宣家。你想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况且，我已经发过誓，我是不会回宣家的。这战争一来，就是你回宣家的最好借口。我说了。我不回去。丁丹平带着盗取的藏书准备逃离宣家，这枚宣二爷埋下的钉子最终却自食恶果，没能逃过命运的惩罚。爹，您怎么站这儿啊？赶紧的，带着阿英走，能出去一个是一个。爹，那您？爹是一家之主，当然要留下来保护书楼了。你们出去，出去能为宣家传承血脉。赶紧的，走。爹，小伯不走。那个柳川啊，明天就会卸任回日本了。他耍闹够了，他会走的。听话，赶紧走。爹，我不走。止めて止めて。将軍様、私たちは書楼に登ったら行動すると約束してくれました。しかし、5時間以上経ったのにまだここに座って楽しんで酒を飲んでいる。自分の兄が天皇のために将軍で戦死しました。彼の願いをかなってあげたいです。来い。はい。お前、彼連れてやることはさっさとやれ。ここを邪魔するな。はい。外へ連れて。はい。行け。你们干什么？一个，小姐。嘿，我走了。一个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就就这些了呀。红大哥，红大哥。爹，赶紧的，带着阿英离开。小伯舍不得爹。别舍不得了，快走啊！是爹，走。啊？看他那怂样儿，我问你，那你有眼睛不？别跑啊！死给他！何をしてるんだ？すみません。你。
带他们上楼，把书楼里的书运出来。老子不带呢。脱裤子放屁多了道手续吗？别做梦了！拿过来，你这个路子呢？拿过来！嗨！别打！不要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了！别打我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我！别打了！我告诉你们，小鸡，他千万不能说，他啥也不知道。来，记着我老夫。我说，不过你得放了我爹，放了我们薛家所有人。老四，老子就带你去藏书的地方。老四，好，只要你带路，拿到书，我会放了薛家所有人。小季啊，爹可是心疼了你30多年呢，不能说。也不能怪万先生，换作是谁也不希望轩家的书受一丁点的损失。是啊，怪我一时恻隐，害了四少爷。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，到时候怕会影响宣家四少爷的安全。要是再惊动了魏军和驻军的话，那么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一个人去，我有办法。多远？到了，我自然而然会叫你们停。往前开。道がないです。你什么意思？开枪。
呀！一枪打死我！你要对自己的欺骗付出代价！我要杀光宣家所有人！莫德雷，莫德雷，快！不在了，你说宣家应该交给谁来？这书是一定要有人去读的，只有读了它才能真正的传承下去，才能抵御今天这样的天灾人祸。可惜啊，可惜为父醒悟得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就在这里面，书真的在这里面？拿到书，放了我们宣家人。好啊！鬼子子的得给，嗨。先把门打开。お前たちここに残って待ち伏せ注意しろ。はい。警備しろ。
真不知道你在磨蹭什么。行，你要是不想要呢，我啊就一把火。西村，你要的书都在这里，叫你的人进来搬吧，搬完了我好去见我爹。你死了之后再去见你爹吧。哎，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啊，你不是答应我拿到书之后就放了我们宣家人吗？嗯哼，啊，你答应了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代表宣家人谢谢你。你也看到了，这儿有这么多书呢，叫你的人都进来搬吧，搬完了我好回家。警備の人を残って他の人は本を運べ。はい。お前ら警備しろ。残りは本を運べ。早く。はい。首长，他们都进去了，可是他们要一搬东西，就会发现我们的炸药。少爷还在里面呢，来不及了，首长。他这是想牺牲自己，全歼敌人呢。你想回家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家。听我的口令。阿东。
行け。早く。早くしろ。行け。爹。老爷。玄家老爷，你是在叫老夫啊？さっき何があったら、あいつに教えろ。我是宪兵大队的福田少佐，刚刚在宣家茶行仓库发生一件意外事件，西村先生和多名日本军民被杀身亡，而且在现场搜获了一些被毁坏的宣家藏书。宣家藏书，现场还有一具中国人的尸。今彼ら兄弟みんな死んだ。特に西村守家は死んだこと、お前宣家と直接関係がある。これでいいか。西村兄弟的死令我悲痛不已，西村家族与我柳川颇有心。听明白了，行了，不用说。もう分かりました。老夫是宣家一家之主，愿意以命相敌，成吗？爹爹。老爷别说话，都好好的活着，有好多事等着你们做呢。哎，柳川先生，收工去了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やつ、どこの所領、一緒に行けろ。玄家老爷，柳川将军已经答应你和这座书楼同归于尽，了结一切。哎，爹。这就对了。
爹，行，谢谢，这就对了。老爷，临走的时候，老夫要跟孩子们说几句话。家族の人に一言を言いたいです。老爷，你看都这时候了，得叫爹。爹，老爷，爹，爹，成了，成了。行了，都起来，起来。爹，爹，刘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一定还会去查叔的下落。爹早就想到了，你告诉他们。北京的文渊阁就是仿着宣家的书楼，造有夹层。明白了？明白。爹，我记住了。起来，起来。好好活着，为父啊，不是去死，守着书楼，见祖宗。